怎么走？去红区看一眼。如果对面打野不在的话，我还可以拿个红的。隐身看不到我。哟 ，biu， 咦，走不掉了，闪现 biu。你想跟我打吗？问你呢。红 buff 虽然没拿到，但是拿了一个一血还是不亏。走上来看能不能点到一下，还点一下不？哟，好了，不点了，往后走。你要死啦！不用怕，上路现在两个人，我打得准。别说两个，三个我都有办法。慢慢往前压，夹子哥还没复活，可以往前走。点他。哟，再点，再点一下，往后推。接下来致命一枪，关键来了，如果咱们打得准就出那个减冷却的鞋子，如果打得不准就出攻速鞋，好理解吧。过来，哟，还有队友来帮忙了，打野也在，也就是说我上路岂不是有四个？要小心啊，草你是有夹子的，你不要以为我没看见你啊。空枪封锁位，继续啊。出来了，终于舍得出来了。对面打得有点凶，好像有点招架不住啊，边打边退走啊，小心点接大招，再点两下，点没有技能怎么办？闪现上去，杀，还剩下一个落荒而逃的夹子，注意我的，3、2、1，拿互动过。没关系啊，夹子要是想守塔的话应该是能杀的，点一下他。很好，他想守塔。哟，那还点一下。哎呦，这下他们辅助跟射手就永远不能在一起了，死一个接一个，死一个接一个。打不打得准虽然说靠天意，但是对面一旦近身立马就走，这件事情还是得知道的。哟，又没中啊，再摸一下。哦，好了，小东西。他应该走了，这一枪肯定是打不中的，没必要浪费子弹。点，好，夹子哥来了，假装打不过，往后退，降狙，咚咚咚，没子弹了就普攻，普攻两发普攻就顶一发的技能。哟，夹子哥对我有想法吗？这一枪空的很难受啊，这夹子哥，你什么个想法？夹子哥什么意思啊？要来打我吗？到时候解锁点。点好了，你要死了。不对，我得救我队友。这枪对不啦？我要不打对面打野，对面打野刷起来，我不就没了？夹子哥死不死无所谓的，点他。我再点他。往后退，还差一下，能不能追上？追不上，走了，往中走。算得上是一个三路都是顺风的开局，基本上就十拿九稳了。夹子哥还是想守塔，这回有法师在的话。夹子哥应该扛不住我的伤害，我要来了啊！你下次还这么守塔，我还这么干你！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顺风的局守约还是很好打的，不求打得死对面，能把对面塔残就行。哟，一枪，中了啊！往前走，小东西好像回家了。哟，这里有人打这里哭，一枪又中了啊！这什么意思？这里别跑！还被塔打了。空降封走位，接着来，往后稍微推一点点。好，最关键的一发，3、2、1、3。哇塞，这个都不死的吗？哟，又来一个，不要踩火里面，别走，打了三个残血回家了，就是一个都不死的吧？我都有，现在走了，我也得走了，不至于马这个想来打我吧？你什么个意思啊？我发现你这人真的。哟，好，好样的！刚刚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后果，所以我说一定要站在队友后面。我就躲在这后面，点一枪往后推，再点一枪往后推，拜拜！往前走一下，两下，拜拜！马德哥来了，往后退，闪现上来跟一枪，咦，又来一个！哎呦！10分钟开始上高地已经算是很快了，但是上高地的时候有个难题，就是他放火的兵器还没进塔呢，直接就没了，而且打中的好像也没什么用啊，秒不掉直接就回去加血了。那么现在以我一个不常玩守约的人的建议来说，就是把人打回家之后啊，就抓紧时间摸塔，不管能摸多少，能摸一点是一点。
往前走一下下，哟，人都出来了。好的，我又要瞄了啊。哎，一定要中，一定要中。嗯，啊，被等了，被南京王给挡住了。趁你必要你面，下塔有了，一定要小心站后面一点。哟，故意空枪，封走位，走你。哎，好，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哎，往前走。哟，好像有个阿哥，不对，看走眼了，又空了。现在没人可以威胁到我，点，我还点，死，先假装放你一把。哟，你还敢回来？一定要把对面法师给处理掉，要不然真推不了。往后退一点点。哎呦，哎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先点塔，没有法师就可以直接强拆水晶啦。不玩了，等下玩了，要是把自己玩输了，估计就得扇自己大嘴巴子了。最后来一招声东击西大法，假装打马超，实际上打南京王。一定要小心，打不过了，点塔。哟，哎，不跟你玩了，拜拜。不说别的，顶级肯定是要被举报的。你前期打白底守约打成这个样子，